COP 年年开，今年到迪拜。本届气候大会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缔约方会议，承担着几项重要议题。第一，对巴黎协定进行首次盘点。第二，加快发展清洁能源，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能源。第三，加速保障发展中国家获得金融支持和绿色技术，尤其是要落实过去承诺的1000亿美金的支持资金。2023年7月 ,COP28 主席国宣布峰会将着重讨论四个范式转变，也就是加速化石燃料转型，达成气候融资转向，强调人与自然在气候行动中的作用，确保峰会具有包容性，让女性、土著人民、当地社区、青年人和国家以下各级行动者都能够参与进来。你最关注 COP28 的哪个方面呢？快来评论区告诉小新吧。